大家欢迎收睇怪物弹珠嘅 J 咁，今次咧就讲呢个嘅恶魔。其实咧，大家有冇睇过真正嘅？我中学嘅时候咧系 compulsory 嘅 ，OK， 即系中学嘅时候咧系逼你睇 Romeo and Juliet 嘅。中三你唔知中二咧，佢系英文课里边咧，英文课英文堂里面系逼你直情 analyze 佢呢个 literature，OK，、okay? 即系呢个 Romeo and Juliet 成个作品咧，成个莎士比亚嘅呢个作品咧就系、是、要。差唔多背晒出嚟 ，OK， 跟住要演埋戏，要分析埋剧本。咁啊，我对呢、這个呢两只嘢好熟噶。上次讲咗朱丽叶啦，今次讲呢个叫罗密欧啦。咁其实呢两条咧都系傻傻地嘅。咁就系我哋唔好理故事啦 ，OK。咁呢个嘅罗密欧啦，今次讲呢个嘅，咁佢叫恶魔啦。其实佢我唔知点解叫恶魔，点解唔傻仔？跟住罗密欧咁啦，佢真系傻。如果有睇就知点解佢傻啦。咁就。系啦，我哋有进化有神化呢只，咁咧就唔今次就唔会话绝对或者极力或者偏颇偏向推荐边方面嘅，咁就因为神化同进化都有各有个用途啦。但系位我俾我嘅话咧，我就会神化嘅。咁就成为一般人都会神化，但系绝对唔系话推荐神化嘅。咁有进化有神化，我先讲进化先啦。嗱，进化系咩咧？进化佢个名犀利啊！复仇的恶魔猎人罗密欧猎人咩？唉。佢哋即个怪诞公司咧，一定系冇睇过嗰啲嘢，乱咁改名啊！咁就佢呢个水属性嘅亚人族啦，咁就系呢个反射型嘅弹珠嚟嘅一粒，即系唔系贯通啊，系炮击型嚟嘅。咁呢个嘅炮击型咧，佢咩料咧？佢就系一个扫雷者嚟嘅 ，OK， 扫雷者加聚能嘅时候有呢个反重力护罩。咁呢个反重力护罩咧就非常之有用啦，加埋扫雷咁就更加好啦。嗱，反重扫雷就谂起德川家康啦，但系佢就唔系呢个嘅德川家康版 ，OK， 佢系劲版德川家康，因为攻击力高，咁佢就唔系同埋唔系贯通嘅，咁就数值方面咧，佢系有呢个血嘅21000啦，攻击就20000嘅，24000几，但系最能系24000，所以我哋计24000啦。嗱，血21000，攻击就24000 ，speed 咧就335，咁其实。炮击型嚟讲，speed 其实你唔可以话系低嘅，系好高嘅。OK， 攻击24000，所以其实唔差嘅三位。咁招必杀技能咧，佢招 strike 速度咧就系呢个大幅提升自身嘅速度啦，同埋攻击力啦 ，and 造成呢个对比特盾嘅巨大伤害嘅，超强大伤害。咁即系可以破盾啦，但系就 CD18 嘅。咁呢招 strike 速度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同人妻嗰啲差唔多啦。咁就其实就唔系好劲，唔系好泛用嘅，有咩关要用打盾打到你黐线咧？系咪？即系又好少盾。即係好多好少關係真係要破盾嘅，咁呢只嘢你唔會為咗，你唔會其實唔會為咗佢特登打，其實只 strike shot 睇情況用啦。咁如果你唔理 strike shot 嘅，咁平時打佢打普通關又反重又掃雷咁樣，其實都幾有用嘅。咁同埋佢三圍就唔算低啦，所以就非常之好嘅。咁友情技咧就係威力8600嘅呢個嘅交叉雷射拉出啦，咁就四方向。照舊啦，嗰四個方向就會噴出呢咁嘅雷射啦，咁就扣好多，同埋佢係炮擊型啦，記住會有加成嘅。咁就係咁樣咯，佢冇乜特別嘅進化就係咁樣。咁其實如果有反重，中意反重又中意掃雷，又中意炮擊型，又中意佢咁高三圍嘅話咧，即係 OK 三圍啦，咁你就可以用呢只進化嘅。咁神化啦，點解推薦神化咧？我話個人啊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咧佢三圍非常之高咯。第二，佢係有呢個 strike shot 度係幾好玩嘅 ，OK。同埋呢招友情技都 OK 嘅，嗱佢就系呢个水属性魔王族啦，咁就系反射型嘅都系，咁就系炮击型嘅，咁佢被动技能咧，佢系冇呢个嘅扫雷嘅 ，OK， 今次即系佢系被动技能咧系飞行 slash 反重力护罩，即系唔需要巨人都会有飞行同埋反重力，即系可以避开避雷，避开避雷，可以避开地雷加有呢个反重力护罩，但系冇得扫雷 ，OK， 但系唔需要巨人嘅，咁佢血咧就23000啦，攻就26000啦，咁 speed 咧再高啲嘅367嘅。咁就係、是所有嘢都高啲啦，仲唔需要聚能啦。咁三维非常之好嘅，三维真係 OP 啫。呢只係玩三维，咁就 strike shot 度咧就唔係破盾啦。strike shot 度就係呢个嘅以陨石追击触碰嘅敌人啊，威力随着触碰嘅敌人数目而增加。咁一阵间咧呢条片咧我完全咧就嘥咗招技嘅，因为我系就咁对咗敌人，因为算啦，费事弹上去，你明唔明啊？因为大家睇到啦，咁就 CD39 咁，其实同黄泉招技差唔多，不过佢有一个加成就系话。你点得的嘅敌人数越多咧，咁佢攻击力就越高嘅，即系嗰个嘅陨石嗰个嘅风打落去嗰下，咁就系 CD30啦，咁就非常之长嘅纹身。即系我觉得其实黄泉招几多应该 buff 佢嘅，即系唔应该 CD30实在太长啦，应该26咁样好冇，或者同暗天一样啦。其实暗天招技系劲过黄泉嗰招，我觉得。
但係點講咧？因為其實黃泉威力通常唔係好大，但係有個 guarantee 喺度嘛，你掂到都會有隕石啊嘛，即係你掂到全部人都會，全部人都會有隕石，所以其實可以咬30話屈機啲嘢，但其實差唔多啦，我覺得。咁就友情記啦，友情記就係呢個嘅交叉雷石拉長啊，8600啊，又嗱記住佢係炮擊型啊，加成啊，仲有一個嘅交叉雷石交叉雷石 S 添嘅，咁即係同呢個嘅蝴蝶差唔多啦，呢個蝴蝶女王差唔多啦。咁嗱，交叉雷石拉長8000多，呢個嘅交叉雷石 S 咧就3000多，咁即係會有再有呢個加成咯，加成加成再加成兩條中落去嘅話，一定係超痛嘅。咁就嗱係啦，有咩好處咧？講咗之後，呢個三維高啦，招技創新啦，冇其他人有呢招技啊。OK， 咁就即係嗰個隕石 GD30 嗰個。仲有呢個友情技就係有呢個 double 嘅交叉雷射，咁中咗兩支中曬，咁就非常之痛嘅一定。咁就係咁樣咧，同埋但係有個問題就係佢冇聚能啦，同埋佢係掃唔到雷嘅。嗱，點樣令呢個角色更加好呢？就係佢有聚能啦，即係令到佢有飛行，唔需要飛行添啦，有呢個嘅反重加呢個掃雷都夠啊，其實唔需要飛行啊。飞行即系咁样有扫雷加好啲啊！飞行其实系扫雷嘅废物。嗱，大家你谂下，飞行有咩好过扫雷？你话俾我听，真系冇。即系你知唔知一开始玩挂灯嘅时候咧，我系以为咧点乜嘢系飞行咧？即系有个 friend 叫我，总之你见到啲字咧，你见到啲技咧，你唔识咧，你搵呢个脑去谂下。咁你咧用 common sense 啊嘛，你就知噶啦。跟住话咁飞行系咩啊？咁即系飞起啦。咁即系俾咗地雷黐喺地下度啊嘛。咁系咪即系黑洞都系得咧？黑洞都系黐喺地下度喎。因为你入咗去先可以出到你喺第二出翻嚟噶嘛，咁记住啊，呢个嘅飞行系避唔到黑洞啊。以前我一开始系以为佢怼入去，咦咁样嘅吸入去系咪有技啊？大家见到呢个沙招技啦，就系就系咁啦，我得个50万啦，系啦。咁就其实呢个超其实 OK 嘅，我唔识用啫呢度。咁但系如果大家用得啱咧，点得多怪咧，都系非常之劲嘅招技。咁所以牛罗密欧系推荐神化嘅，我吓。你可以反重數雷嘅陣法，但系就推薦神化啦，因為三維高加技勁，加呢個友情技有呢個 double 交叉雷射，咁就炮擊型，咁大家自己分析啦。好啊，出多啲銅果實啦，其實幾好嘅呢個 treatment， 我好滿意呢個安排，呢個成個 arrangement 係 perfect。What the f man？ Why are you so greedy？ 啊 ，MX， tell me why。咁就系呢个啦，yes， 系啊，就系呢只咁嘅恶魔，咁粗仔啫，就咁啦。今次我第一集总共你个影片，我总共开几多支镜咧？就系咁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再见，拜拜。